姐姐总算找到你了，我弄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要和你分享，尝尝我的回旋镖。我想响应我没门，哎呦，可恶，又是随便用偷袭。我的回旋镖厉害吗？第一次跪丢空，让人放空警惕，手表时刻才能让人防不胜防。确实很厉害，还好我有更厉害的，去吧，喷火龙，给我来个火烤小弟。一言不合就召唤小弟，是不是玩不起啊？喷火龙说想和你玩，我才放出来的，谁让你不找我说不跟他玩呢？喷火龙太厉害了，手里的回旋镖突然不响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要也去捉一只厉害的宠物才行。以后呢，船夫肯定比我熟悉这地方。船夫，你知道哪里有宠物吗？我想养一只厉害的宠物。找我你就问对人了，想要说服厉害的宠物，就一定要去通灵地狱，那个地方走路都有可能会踢到宠物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走去通灵地狱去。通灵地狱一到，请下床。说好的便利宠物呢？怎么除了树还是树？难道船夫骗我？还有什么东西绊倒我？踩到我还恶人先告状，今天让你知道地鼠的厉害。Oh no！我哪有告状，就你这站舞者还想教训我，是我沙包大的拳头吧。兄弟们，有人瞧不起我们地鼠一族。是谁？是谁？ Oh no！ 真当鼠的我就怕你们，那边有飞碟，快点用。可算甩掉那群欺负人少的地鼠了，但是这里是哪儿？那不是姐姐吗？难道发现厉害的宠物要收服，局势不妙，得去救我才行。成龙，你看这环境那么恶劣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你就答应当我的宠物吧，保证顿顿大鱼大肉。睡的也是大师专门制造的大船，冷了还能找喷火龙取暖。主人，你把我当暖宝宝心里过意的去吗？姐姐一条喷火龙我就受不了了，再来条冰龙不就成了冰河两重天？这是成了哪还有我的地位啊？看我的回旋镖。回旋镖不要啊！ Oh no！ 趁我不注意就偷袭，你说的那些肯定是骗我的，我不会当你的宠物了。小弟弟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干什么？快溜！